说这个法后来被专用在四项的仪式上，那我们现在也是一样，我们现在的佛法像台湾的华人的基本上基本泰国也一样。那么我看到有一些特别是大乘他密教的更多，密教的更多就是基本上都是在想我们就都是仪式，都是很多很多的仪式。那南传的也有，但是比例上没那么多。那这个北传的台湾的啊，越南的啊，那有些穿着华丽的袈裟，然后戴着帽子，戴着念珠项链，然后比着什么什么莲花指什么大队有没有？然后走什么步的话，反正就这样。啊，非常多，真的，台湾还没有，台湾还比较注重在声音的，然后其他有一些泰国的或是大圣佛法，大圣泰国不会大圣，那比较少，南传的基本上都没有，那么北传的基本上就重声音法器，一个很长，那有的没那么长，那有的那种花那就更长，有的像道教的那种。基本上是做这个，那有一些更发展到就是它这个色，就是这种形象上，那它有些走莲花步，有些走什么，有些很多像跳舞一样，密教的最多。那这个法就变成仪式化，这个在佛陀的灭佛，那个在不丹国家还没有。那后来就慢慢大乘佛法就慢慢方便了，那么就加入了很多婆罗门教的东西。那婆罗门会也是这样，他一开始概念就是这种规则的东西，就是那种义啊，就是说善良的习俗啊，道德的行为啊，后来就变成仪式化的东西。那我们现在的法也是有一点像这样，有一点像这样。佛事前后，就是在佛陀在世的那个时代啊，前一点后一点，差不多那个时代，婆罗门教制成法经啊，这个法经基本上啊，就是在解释吠陀经典，规定啊，比如说规定这祭祀的规则啦。作为一个印度教徒、婆罗门教徒啊，你应该怎样过生活啊？基本上就是有点像我们的法典啊，那么你的生活准则啊，那你的权利义务啊，那你如果触犯了这个教规啊，你会有什么后果啊？我们讲这些，有点像法典。那么有中国的个法论，就专门在论述这些东西。那法经是很多种法经，那也很多种法论。那么多论到世性的义务、社会的法规、日常生活的规定。那这个我们比较偏向的是律。佛法有所谓的律，那律就比较有所谓的这一部分佛法的律。后来的佛陀教在佛陀也有参考佛教的律。佛教的法规律，还有其他教的法规律，然后制成他们的法经跟法律，就是法论也有，也有经跟论，论这个经，论这个法。那佛法的律基本上，佛法的律基本上就是道德性、道德规范。你看，它可能就有点像佛陀的佛教中的戒律。三大部分，那基本上也是这样，就有点像上面的法经、法规，其实就是律典啊，就是规范这部分道德规范，道德规范，道德规范。
管理就是生团，用时间表来讲，一般讲生团会约，就团体会约，那有时候叫生团公约，团体会约，那么生活准则，那么你应该要怎么做怎么做？比如说这个衣服要穿好，走路可以一边跳一边走，那基本上都比较讲这个规矩的部分。那这个很多，那吃饭的时候可以做出声，那吃饭的时候可以看见人家的锅要看自己的锅就说为什么他们锅晚上，反正他规定很多了。那有一些比较适合的生活组合这一部分，那这一部分我都要做学法，都是这个行动作用，就是到人家家里，然后在家就是家里不可以怎么样。然后走在路上脱裤不可以怎么样，穿衣服的时候要怎么样走路的时候要怎么样，讲话的时候要怎么样都可以这些。那有的是团体会议大家坐在一起那么你要照顾到别人的感受不可以再要注重卫生不可以在床上大小便因为你会比较怕然后你就注重这很多，然后不可以给人家机械道德规范基本上这个是律律是从基本上法就包括这个后来分开有法讲正义的部分比如说我们刚才讲这个法是指这个规则，就是道德性永久性普遍性的定律，那这个是规范，这个是规范，这个就没有永久性普遍性的定律。那么不同的团体不同的地区、不同的时代，可能有不同的规范那这里讲到，你看它这个法经、法律基本上也是日常生活的规定社会法规然后你的义务它也有参考佛教的律还有其他教的律，那么自成佛儒教的这些所谓的这个律典法典，印度人心目中的达摩就是法，后来就不用律典，就用法，就用达摩这个名词了。那么除了真理以外，本注重合理的行为。那么什么叫合理的行为？当然，合理的行为就不一定了，就是比如说。在西方人见了面抱在一起，这个是合理的。在泰国那见面不能抱在一起，要怎么样？要合掌泰国人可以随便摸小孩子的头，然后台湾摸小孩子的头就没关系了，就这个小孩子的头。这种就是合不合理，基本上就不同的地区、不同的时代、不同的信仰，就有什么？就有不同的规定。但是如果是道德信仰，不是。那个就是普遍性、永久性的东西。好，所以真理就是，不管你哪一个时代、哪一个地区，基本上都是一样的。但是合理的行为就不一定了，就不一定。那传说中文化正法化师，也就是德化的政治。儒王是转文圣王。转文圣王的概念有时候不一定，就是说通常你说阿育王是转文圣王，比如说因为转文圣王，如果依照转文圣王这个观念来说，转文圣儒王是转文圣他又有分铜轮、铁轮、金轮、银轮嘛一般来讲就是他管的世界不一样。转文圣就如果都如果，那么如果我们概念照理来讲应该是统治这个地球，统治这个地球叫如果转文圣，就是地球的王，这个世界的王。但是如果照有一些经论来讲它不一定是统治这个世界，是统治印度，他也能叫人口。举个例来讲，
境印度，很转的时候，假设我们基本上，假设我们说释迦佛出生的时候，释迦佛出生的时候，那么阿斯陀先生看一下，说这个小孩子有三十个相，所以三十个相信都是相好庄严，相好庄严的意思，他不一定可以算出三十个相，就是说代表说这个人相好庄严，那个一模相，就是相的。他说这个小孩子有这个地龙相，所以他如果出家就成法王，如果不出家就是转轮色，就是如果法王跟如果，如果就是转轮色。那如果照这个概念来说，那么释迦顶多顶多就是统治印度而已，对不对？他哪有可能统治到欧洲、美洲、太平？那如果他真的不出家，他真的不出家，那么他在世的那几年中，最多也就是统治印度。像后来阿育王家，我说他那个时代，他可以从迦毗罗卫，迦毗罗卫国是受乔萨罗国，迦毗罗卫国是受乔萨罗国，乔萨罗国国王是波斯尼，然后在过去那个时候的印度还只是那一块，我还没有说整个。假设他还统治这么整个印度，那么也是，那么他叫做转轮圣王。所以基本上转轮圣王有两个概念，一个就是如果以经典来讲，基本上应该是这个地球，这个娑婆世界，这个娑婆世界的王。这个娑婆世界的王，他是转轮圣王。但是经典里面来说的话，那么多数是指这个印度国土啊，是这个印度国土的国王。好，那他说这个当然是在当时一种美好的这种境界啊，就是未来啊有这种美好的这种事。那我们也有，我们有一个就是比如说西方很有乌托邦，我们有大唐世界啊，有没有？有一个大唐世界。那这个庄子里面有一个无何有之想，就是乌有之想，就是它不存在，但是它有一个想象能量，有这样的一个世界。那吴敬琏显然都被那个国王的那个道法世界，那个也是一种理想。好，所以杨振宇讲，他说传说中文王的正法化世，也就是德化的正法，就是他都是以时尚来教化这个世间人，那世间人都行时尚。未来弥勒佛再来的时候，他就是个转轮圣王跟法王。那么在经典里面也常常有这样，那么有转轮圣王跟法王同时出现。那《庄阿含》里面讲到，弥勒佛再来的时候，弥勒是法王。阿逸多是转轮王，转轮圣王。那么在过去就有，就过去就有。那么他说，世尊所说的法，内容自然更精确、更深广，但根本的精神能在中道的德行。那么中道这种概念，中道就是正道，中正如实之道。生是一边，灭是一边，一是。
边，地是一边，来是一边，去是一边。另外有一个有是一边，不是一边。以这个后来这个生命中有去当一米八不中当，那么苦是一边，乐是一边，苦是一边，乐是一边。那么修道，这个是修道的方法，重苦一边，不重乐一边。那么修道的这种精神，极是一边，不往是一边。就是你看，这些就是你往两边跑。那么这个都是错误。那么正确就是舍掉这些错误，就是正确正道，正道就是你没有错误的观念，没有错误的方法啊，那你所证的是正确啊，不在场的一边，你所体证的不是场，不是断，不是生，不是灭，不是一，不是一，不是来，不是去，不是有，不是啊，那这个当然是从这个生命啊，比如说。这个身心，身跟这个命，这个灵魂啊，身心之外有没有一个灵魂啊？那是第一是一个命啊。那比如讲这样，那这个身心五蕴啊，是场还是断？这个火箭是时候存在不存在？那么类似像这样的概念，就是你所证离这个两边离错误，那么你的修行方式既不是偏向于苦啊，就是受苦。还是偏向一个，就是在五蕴里面，在五蕴里面直取的啊。那你修行的态度啊，也不偏离极道，也不偏离啊，这个就是啊，你根本就不当回事，好吧？那么这些就是比较常见的所谓中道。那中道的概念其实是蛮广的。那么其实就是正确如实之道，其实就是正确如实之道。所以他这里讲啊，那他说中道的德行，中道的德行是达五的第一义。那么中道的德行是什么？那我们就来讲，其实他说是叫道德性。基本上德的话，那中国习惯上的说，德性就是德性。具有心具有良好的这样比较正面的良好的啊，那清净的这种德性，那中国基本上有所谓四维八德跟三大德的概念，德三四维八德啊，一言一事八德是忠孝仁爱心德品。那孔子早期讲的德是指三大德，立功立德立仁。这三大德是什么？是仁有。基本上是这样，那佛教基本上就是慈悲跟智慧。那当然有很多所谓的德，那无论法身或是德的形成。那么修道所形成的作用就是德，叫做道德。那个方法叫做道路，然后他所证的真理叫做道理，基本上是这样的。好，他说中道行，就是行中道，以中道就是修行以中道为主，行中道，中道行是身心的功行实践。所以你看，正见正思维后面是什么？正理正业正念。所以你先有这个正见，这个正确，所以我们说中道是正确如实之道。你先了解什么是正道，那么你去身心的功行之间落实在正理正业正念里面啊，那么是向上的正行，然后再努力加工用行，正精进正念正念，让你的心更有力量，然后确确实实的体会到真理啊。那么从你只是认识到你体证契入这个真正的正见，你说我们现在是要圆起，我们并没有见圆起，但是我们通过这样的思维，我们就能够见圆起。我们知道一切法是不落，我们并没有证得过，并没有见得过，但是你透过无我的观照，你就会证得过。这个叫做以现出现。你现在是带着我见在修复我，但是你带着
金刚啊，解脱刚，跟菩萨道，不地不一样，但是都是一正见正事故，向上向上，都是这样。他目的发心方法目的不一样，那这个是真上真心，他基本上就是向上向上。向上，那这个就是向上跟向上，人天确实上，那么升天人要升天，不是这一辈子，这个叫做法身上升天，就是我下一辈子要比这一辈子好，我未来要比现在好，那么这个是法身上升天，这个要发出离心，没有发出离心没办法，要处理处理生死的心。他才能解脱，解脱就是解脱生死。那么你的生死有烦恼，所以你要先处理烦恼。要处理烦恼，要先控制烦恼，觉察烦恼，控制烦恼，了悟烦恼，断除烦恼。你先要有这个概念。那么，所以那菩萨道就是发菩提心，他重在利他。那这个是发心不一样，菩萨道是发菩提心。这个是发出离心，发心不一样，因为你目的不一样。你是要升天，你是要升天，你是要解脱，你是要成佛。这个目的，人天道啊，就升人或升天，就是他的目的目标就是人跟天，他的目标就是人或是天。下辈子做比较好一点，寿命比较长，没有病啊，经济比较好啊，固定啊，那这个是要出三界，这个是目标是要成功，这个目标是要成功，那一个目标不一样啊，所以就不一样啊。你这样说，如果你要到屏东，那你可能要坐车；如果你只是要到对面的工厂，你走路就好。如果你要前面的7-Eleven啊，就骑脚踏车就好，那不一样。所以它是怎么样？它要修，这个修什么？修一切十善，布施、持戒、升天之道。然后在如果要升欲色界天，那还要修定，还要修定，就戒跟定。那如果是欲界天，修十善就可以了。如果要升色无色界，那还必须要修定。就是定善，那么这个是要修戒定慧三不落修，三不落修。那么这个要修过度施舍就不一样，啊，因为目标不一样，所以方法就不一样，那时间也不一样，你要出国要带着行李，跟你要出去一天两天。不是你要离开这个国家，你要带护照，那你只是要到外县市，你就不用带钱就可以了。那你要出去一天，你要带一天的粮食；你要出去一个月，你要一个月的费用啊。所以是不够，这个是要修三不落修，戒定慧，戒定慧，这个是要修六度四摄啊，是不一样的。啊，一般来讲，我有个37道啊，其实一样。那目标不一样，方法都不一样，但是都是向上向上向解脱啊。但是这个都建立在正见上面，建立在正见上面。所以有到达的目的，有正确的知见，然后有正确的方法，有正确的知见，有正确的方法，那么才能够到达目的，有你要到达的目标。那么你要先设定的目标，你现在是要解脱，要成佛，要升天，那其实是不一样的。那他这里讲到向上向解脱正行，这个就是中道行，到达无上究竟解脱的实现。那么无上究竟解脱基本上都是成佛，基本上成佛。就是佛才叫做无上，
阿罗汉还不能叫菩萨，佛才叫菩萨，阿罗汉还不能叫菩萨，因为阿罗汉上面还有佛，佛上面就没有啊，佛是最高点，最圆满的地方，圆满究竟无上。那么这实现的究竟目标几多，也称为法，也称为法。那他这里把解脱，如果从解脱道来讲，那么解脱就是无上，解脱就是无上。那么经中称它为无上法、究竟法，也称为圣义法。如果从世间出世间来讲，解脱法又叫无上法。那么如果从啊三圣圣者来看，那么佛陀才能叫无上，就是阿弥陀佛三藐三菩提叫做无上正等正觉。阿罗汉没有，不是无上正等正觉，阿罗汉是正觉，是正等正觉。好，那么这个法是胜利法，是究竟法。那么这个是向解脱的，真正的啊，就是这里就是指这个法是指究竟法来讲，就不是向上向下而已，还有什么向解脱。那么如俱舍论啊，里面说若胜利法为是念法啊，就是了义。第一，那么只有念法，这是出证解脱法。那么出证就是你契入的，你身证，就是你自己去证到的。那么一般我们说无人饮水，人暖自知，是说你这种出证体证。那么就像从火宅中出来，享受大自然的清凉。那一般我们是希望是说无人饮水，人暖自知。他说这里有另外一个形容词，说如陆地游坐，就感受到那种清凉，出真自己体证，亲身体证到。好，那么你是确实知道，那你不一定说得出来，但你肯定知道，你不一定能够把它描述出来，但是你肯定知道。那么世尊诸成果时的受用法论，也就是现证解脱的榜样。假设你这个解脱，一般来讲就是说你得手位正手位，就是以前没有这种经验，现在你知道你有这种经验啊。那么现证解脱就是他这里提到是无陆地游坐。说到正确的知见，这不但正知现象的时间所达到的彼岸，也知道从此到彼的重大，不但认识而已，是知道它确实如此，知道这是不变的真理。好，就是说他所谓的知道不是泛泛表面的知道，而是他自己体证到完全真实的彻底的知道，而不是表面。所以我们常常会说，哎呀，师父你讲的道理我都知道，但是呢，就后面有一个但是呢，那基本上就是你的知道不是真知道，我也知道不应该，但是呢，我就是控制不住。那个你的那个知道就是表面上的知道，表面上的知道，我也知道大便很脏，但是呢，我就是忍不住要去把它拿来吃，因为它有香。那你的那个知道就不是真知道。我也知道这个水很烫，但是我不小心就会把手伸进去里面。假设这个100度的水里面有10块钱的硬币，或是有一个金块在里面，那假设那个一桶水有100度，或是那里有几泡，它很热，但是里面有一个金块，那你会不会直接就用手去拿那个金块？不会，为什么？因为你拿不起，因为金块很重，你手碰到你刷不起。虽然你很想拿金块，但是你也不会用手去拿，你会想到用夹子去拿，对不对？但是你说我也知道，但是我就忍不住去拿。你那个知道，我也知道水很烫，我也知道水很烫，但是我就想去拿。那个表示你不知道水有多烫，你不想我拿了之后，你根本就没有办法拿。那个就是你的知道不是真知道。其实就是这样。那我们说，我也知道，但是我就是做不到，我没办法。那个就表示你的知道不是真知道。
你的知道只是表面的知道，你分别意识分别上的认识上的知道而已，你不是真知道。所以一般来讲，常常是知道跟做到之间有一个很长的距离，那么这个距离渐渐缩短的时候，那就表示你越来越知道，真的知道。那所以啊，他这里开始讲，他不但是认识了你，而且知道确实如此。所以剑法的人，剑法的人，正出国的人，为什么不过三关？因为他对业果的道理是真的知道的。所以他即使受到生命的威胁，即使受到一切的折磨，他也不会去造三恶道的业。那我们不是呢？我们虽然知道造业会受报，但是你最好不要惹我。那么我忍耐，每个忍耐也是有限度的。那么真的我忍不了的时候，我也跑不了那么多了。那么我会抱着我一起下地狱，很多人是这样的。那没关系，你太可恶，我跟你一起下地狱，我都敢给。这个表示你不晓得地狱的苦在哪里。你不是，你知道地狱，但是你不是真知道地狱有多苦，所以你才会说这种话。那么，像以前，我记得我刚吃素的时候，那我在一个地方上班，那个。因为那时候我已经做了菩萨戒，那个菩萨戒是不能够帮人家买酒买烟的，那我就很在意这个。然后我们那个老板有一次说要叫我去帮他买酒，我就跟他讲，我做了菩萨戒不可以帮人家买酒，因为他没有学我，他就真唱给我是推脱之词，你知道吗？他就觉得你不用这个帮我做事。说我又受了菩萨戒，不能帮他买酒。他马上说：“如果会下地狱，我带你去好不好？”他说：“第一个，他也不可能带我去下地狱啊，那是我做的，我受了戒。第一个，你都不晓得第一个多苦，你说带我去。这个表示他不是真知道。他说：“那我替你去了。如果真的有事，应该我叫你去买的嘛，应该我叫你去买的，我替你去医术好不好？”你知道他讲什么话就知道，是不懂，你用来解释太多，你知道吗？啊，我没有说话，他很生气，啊，非常生气。那么基本上他不晓得什么是地狱，他有地狱的概念，不是真知道地狱，而且也不是说你要带我去，你就可以带我去，不是这样子。当然，也不会再买个酒肉下地狱的，不会这样。但是这种一般人很容易有这种观念。就是说他不是真的知道，假设你有证件，你上面我也知道有的话，可是你对业果的观念、因果的观念你不是很清楚，因为你不是很清楚，所以你现在会花钱还功德的概念，花钱消灾的概念，我花有钱啊，请那个有修行的人来帮我送几部经，我就有功德，来帮我拜几个餐，我就能消业障。那你说我也知道有业报的观念，你不是真知道，你真知道你不会这样做，不会意嘛。花钱不能消灾，也不能买功，业都是自作自受，基本上是这样子。那你还在找哪一个比较有修行，来诵经比较有效，诵哪一部经功德比较大？你还在想这一些，就表示你不懂得佛法。你知道佛法讲因果，但是你不晓得什么叫做因果，什么叫做如是因如是果。你也知道佛法讲因果，我知道，你根本不知道。那这个是很常见的啊，我就常见的佛教徒很多，都知道佛法讲因果，佛法讲业报，但是所做的事都是不知道因果，不知道业报，很常见的。那这个就是认识，只是表面的认识。好，那开始讲了。他说：“这是说缘起，你看，佛法最
要明白了解缘起。缘起简单讲叫做此故彼，此故彼。那么此故彼，那么这个彼就是现象。那么最主要的现象就是生命的现象，生命的现象。那么因为我们要解决的是苦的现象，生命中有苦。那么这个现象到底从哪里来？为什么会有？所以此故彼，彼就是现在你要解决的这件事情。你看到了这个现象，那是哪怎么来的？它有因有缘，有因有缘啊。所以知道生死重苦是因因而起起，所以这个此就是什么因？因，那因是什么？业，有业就有生死。那业又怎么来？业也有因，有善业有恶业，善业就三善道，恶业就三恶道。那善中有恶，就在人中受苦；啊，恶中有善，就在三恶道中享乐。啊，比如说他做三恶道，做一只牛，可是这条牛是在印度，他当过圣人，没有人会伤害他，而且还供养他。那么在猴庙里面的一只猴，在蛇庙里面的一条蛇，啊，他是被当作蛇来对待。啊，这个英国女王养的一条狗，啊，这个美国总统养的一只猫，哇，那个福报很大，啊，但是他就是一只猫，他吃最好的就是狗的最好，他住最大的房子就是一小间，他用最好的床就是一小张，反正就是这样，他也有他的果报，他是还是。恶中有善，他有的善中有恶，虽然做啊，但是他也要受苦。那这些都是跟你的业有关系。那你要不断的受苦，就跟你不断的造业有关系。那这个业是什么来的？从烦恼。那为什么会起烦恼？因为没有正见，因为有我安，有我执，所以这个就是根本因，啊，这是根本因。那这里这样的说法就是缘起，就是。了解一件事情，它整个形成是怎么形成的？其实我们现在解决问题是这样：比如说苦是有，苦是有是一种果、结果、现象。苦是有怎么造成的？好，就是因为你把很多树都拔掉了，那个泥土松软，那装不进，装不住那个土，所以雨水来的时候整个方向，所以你要把树种回去。一样，那比如说这个为什么会烧起来？火灾之后都要去鉴定怎么起火，为什么避免未来啊？是吧？有电线着火啊，那么所以要怎么样啊？要预防电线着火，要改善以后你那个电线那个不合格，或是你电线插太多，它起火燃烧。但电线旁边刚好有很多放很多书很多木头，插座的旁边放很多，它太热烧起来，两个人一起烧。啊，所以那个插头旁边不能放太多东西，啊，它一旦加热过热烧起来，那刚好很多东西给它烧了。所以你遵察一念之后，你就可以预防。那我们也是苦从哪来？那么你开始可以什么对治跟预防。所以啊，我说对治，你那个插头就放在那，它会自动断电，或是它那个隔绝绝缘比较好的，或是它过热它会自动断电，反正就你有很多种方法可以预防。那你知道这种原因，你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从它发生的原因，然后去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那么生死，生死也是这样，生死中有苦也是这样。那这个就是缘起，缘起，所以缘起很重要。想是解决我们一个烦恼，我为什么会烦恼？为什么要烦恼这件事？我到底要烦恼些什么？小是解决自己的烦恼，大是解决这个，甚至家庭的问题啊，人与人之间的问题，国家的问题，世界的问题都是这样。但是问题越大，所要具体的因缘就越多，所要具体的因缘就越多，就越不容易。一个人的问题，那么容易解决；两个人的问题，就要两个人彼此说好才能解决；一个家庭的问题，要家庭的成员。彼此都说好才容易解决啊，那一个社会就更多了啊，所以共业别业都是这么来的。
烦恼也不是单单的条件，它具足了很多条件。烦恼都不是一个一个的，烦恼都是新加带旧。你说你会承认，那你承认一定承认开始骂，它一定包含包含。那么你有我执有无明，那么你没有思考到，没有正念，那么还有啊，比如说你带一个承认嫉妒。那么这一些，它基本上啊，依这个古代的说法，它一定包含了无常无慧啊，就是你在骂人的时候，你没有感到会不好意思，骂人是不对，你自己不会感到不好意思，也不怕别人看到你骂人啊。这种啊，基本上带着无常无慧的心手，如果你带着强烈的心手，那么你就不会有这样骂人的行为啊。那你带着正念，你一定是思念妄念不正知。其实它不是单一的烦恼，它是有很多的烦恼促成，那么才造成今天啊这种烦恼的现象。那苦也是带着更多的业。好，那么基本上生死重苦是一因而集起，唯有苦集起的念，才能得到重苦的起念。就是你要让那个结果没有。你必须要那个因没有，因有的时候结果就不可能没有。比如你来讲，我们要念苦，你看你是这样，念苦的方法，你不从缘起的角度上看，你就明白了。比如说，我现在假设我现在身体不好，有什么病？现在很多人是这样，有什么病？好，他要念这个苦，这个病看都看不好，医生都看不好，或是我没有钱看这个病，或是怎么样？我有这个病，这个病让我感受到了。那一般的人就是看医生，他看医生要管怎么办？佛教里面讲这个叫做业障病。那业障病啊，那么怎么办呢？送药师经。好，那你要来看吧，因跟果之间嘛，看送药师经跟医药师。的方法去实践不一样的啊，也只是送药时间啊。比如说生病，现在的人是这样，我们生病，它是一种苦，那么一般叫做这个叫做已有，已有就是有苦，这个是苦。好，你要灭这个苦，你一定要知道苦因是什么。生病的原因是什么？它有很多种，它不离开身心环境，跟过去生理的，生理上造成，心理上造成，或是综合为环境上造成，境。就是环境。你常常紧张，胃就很痛啊！你常常身体肝又不好，哪类上的？或是你的身体上啊生出来，或是说你基本上啊你去受伤啊，你这个手去撞这个墙，或是你常常姿势不正确啊，那么这个身体啊不好，或是你的环境啊，你吃的水、闻的空气，或是你住的房子有辐射啊，等等种种啊，这种种的造成。那还有一个就是业的原因，过去啊，你造很多杀生业，反正种种的原因造成你生病。那么你要去探讨生病这个苦，这个苦是怎么形成的？是怎么形成的？有些只是你就缺乏贪心，缺乏贪心就好了啊，真的。有些只是说啊，你的身体里面缺少某些成分，你把它补足就没有了啊。比如说以前那个是台南啊，盐水啊，是哪里的地方？五角病有没有？那五角病，大家以为是受了诅咒，那就去用很多方法送去找药。为什么？它只是水流那个深啊，它有那个深，那个深的样子。那你把那个去除掉，你不要喝那里的水就好了。啊，你过滤把那个水过滤掉，就不会有五角病。但是大家不知道啊，所以就认为受到了诅咒，他就用祭祀啊、诵经啊。你如果天天喝那个水，你送什么经都没效。你的病就不在那里嘛，你要
找这个因是什么。那我们现在不管，我们现在不管是什么病，反正生了病医不好就送掉时间了，然后去放生了。都没有真的，我看过多数都没有。
教没有证件，不知道什么是证件，也不会依证件请证事务。那比如说我刚才还在看到一个，就看到一个有一则文章写到，当然有很多人强调，比如说事实，有人问那事实怎么有那么大的力量啊，就轻易就可以让一切有道众生都可以吃饱，真的可以吗？我告诉你，没办法。你好，你面对轻，你说咒力不可思议。佛法没有说咒力不可思议，佛法只说因果不可思议，业力不可思议，就是说不是你能想象的，很复杂。那么假设，现在我们假设给你，假设你念咒轻骗十法，就可以骗法界，一个人施食就可以骗法界，那不用大家都施食，就这个地球只要十万，不要说十万法界，就这个地球只要有一个人施食教，所有的鬼都可以保，为什么？他可以骗法界啊，是不是？那每个道场都施食需要吗？不需要，就一个人念教，因为他可以骗十万，这个重力就可以骗十万，这就骗法界啊，轻易就可以骗十八了，我们不是这样念吗？轻易一个人念就好，所有的佛教我们统一有一个人念就好，所有的鬼道都不会受苦，不会受气，世间再没有恶鬼，有可能吗？依业报来讲，有可能你念咒就可以让他不受恶鬼的果报吗？不可能。那这样说不过业果者啊，持有不必有。他之所以受恶鬼的果报，是因为他造恶业，他的恶业没有消之前，他可不可以不受恶鬼的果报？不可以，是不是？持有不必有嘛。比如他为什么会受恶鬼的果报？是因为他的恶业，在他的恶业没有消之前，可以因为你的慈悲让他不受苦吗？不可以，因为就好像他并不是因为你不慈悲他才饥饿的，是因为他自己的业让他受饥饿的果报，并不是因为你没有施食而为他饥饿，现在你施食他就不饥饿，那么他不会因为你施食。那么当然你说轻易可不可以骗十八，假设轻易真的可以骗十八，那一个人施食就好，真的你用每个道场都施食啊，因为一个人就可以骗十八了，那你就找一个法力比较高的、比较专心的，你说那有些人施食，他没有效啊，你就推一个人出来就好。说世界上没有恶鬼，有可能吗？三恶道少了一个恶鬼道，因为从此恶鬼不再饥饿，只有鬼道没有恶鬼道。那鬼也有吃饱饱的，像吃饱啊、吃饱那个就不是恶鬼，但鬼道都是饥饿。所以这个因果上讲不通啊，持有不必有，很多人没有从缘起，就是这里的道理啊，道理就是他的因是什么，他为什么有这个苦因，这个苦果的苦因是什么，还必须他自己消除啊，还必须他自己修啊。如果你要福乐的因、福报的因，你必须自己修，我修了不能给你。那你要离苦的因，你要离苦的果报，还必得你自己修，我修了也不能给你。如果我可以解决你自己造的业，那么我也可以把我的恶业，我如果把我的善业给你，那么我也可以把我的恶业给你啊，对不对？我对你不断的诅咒，那么我把我所造的恶业，我如果可以把我所造的善业给你，那么那个是起善心。那我现在起恶心了，我希望你不好，我去杀很多人，然后把我的善业给你，可不可以？也不行，不能啊。假设善业可以给人，那么恶业也可以给人。假设智慧，我诵经得来的智慧可以回向给你，让你变得有智慧，那我也可以把我愚痴送给你啊，让你变得愚痴了，那是可以吗？也不可以。所以这个东西就是你一定要怎么样，把苦的原因消除，而且是自己消除，他身上自己造的，那么通常就是新的改变，新的。因为你为什么会起烦恼造
样子，让他也自己能去修。因为你有福报，你是有钱人，那你讲出来的赚钱方法，他肯定比较多人会接受，因为你现在有钱，所以他告诉你怎么投资，怎么有钱，你比较会相信，是不是？一样道理，你现在有福报，那你讲怎么修福报比较可信，是不是？那你就比较能够影响别人去修福报，是这样子的。那我们不是变成哎，我们努力修，然后送给别人，送给爸爸，送给妈妈，然后他就变成有福报的功。佛陀也不能把他修的功夫送给净化，送给摩耶夫人，送给罗侯罗，没有办法，他是肯定难的，也是告诉他们修行的方法，让他们自己去体悟，让他们就去修啊。连佛陀都没有办法把他的功德福报送给他的爸爸妈妈、儿子的太太的一净化，你有办法吗？当然你没办法，但是你可以影响他，你可以。因为你有没有智慧，有没有福报，那他看得出来。那你越有能力，你就越能影响别人。其实是这样的，佛法是这样说的，而不是我们天天去找赵真大德，然后请他诵经，请他回向，不是这样子的啊。那么我把这一段讲完就好。所以你一定要先了解苦因是什么，然后找到解决这个苦的正确方法，然后才能够把这个苦灭除，众苦的极灭。这个你看，这个就是八正道，灭苦的方法就是八正道。八正道一定要有正见正思维，这样的无实知就是知是离苦极灭道。好，因为时间到，我们就先讲到这里。好，大家鼓掌一下。愿以此功德，普及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